哇，终于打在战斗场里面了。他很强。嗯。超很强的。超强的啊。对呀、啊。很强。那因为打在里面才有很厉害呀、啊。你又打到里面了，真的很厉害。嗯，中锋真的很厉害耶。他都很厉害，超级厉害的。我打开他，开始打，打，先打哪个？漂亮暴虐邪神，来这一步。在那里耶，就是打败你的战斗陀螺。这个战斗场太强了吧，强嘞，太强了吧。首先这个要对准好，然后手要先怎么放，哎，为什么在那里呀、啊？哇，你已经变成专业的战斗陀螺战士了。战斗战士。对呀、啊，你已经会修理战斗陀螺了，还会改装。